今天我们又来院子这边啦，带了个大东西，看一下。可能只有这个车能拿得下了，其他车还不好拿呢，正好顶在这个车顶上的。待会儿拆开看一下啊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么大一块儿。哎，我感觉最近就比较习惯把车停进来，停进来还蛮舒服的。第二次带哥哥来哈，今天就可以真正的开始游泳了。走后面，好，你下，你要来抱一抱，抱一来抱一抱，抱，抱，哎呦，慢慢的，好开心，买的，哈哈，今天就可以游泳了。然后我们上次过来把那个水管简单给接了一下，放水速度快了很多。对。我先把这个再优化一下，再让他们游吧。你看，我们水已经都放到这儿了，放这么高了。其实这上面就能看到，就是这儿，浮在这儿的嘛，这个对，布给浮起来了，嗯，等就会儿先这样遮着，它反而不进去玩了。哎，你要等一下哈，不行哈，已经上熟悉了是吧？我要把这个继续给优化一下，把这些给固定好。对。我觉得那个防水就下次再刷吧。等下次换水的时候再弄上了，先让他们先游着，我就把工具给拿出来。哎呀，都迫不及待想上去玩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准备把这一块区域给，土给翻出来，然后这一块我们打算给它种成那个真正的草坪，这一块对，就种仿真草坪哈，然后里面那块呢，到时候就种菜什种么菜。的，这个土还要很要清理点时间呢。行，我来拿工具。我现在准备把这个地方给切一个斜角，今天就正式把这个给全部固定好哈。对，那天这个工具有点没电了。把这个坡面给切出来了，然后再拿螺丝给加固一下。这到时候还要去看一下合不合适。这木头太粗了，切了好久啊。现在这边梯子已经修整好了，然后弄一点这种小木条，让它们出来的时候更防滑一些。就需要弄在那个下水的那边啊，对，几个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。先就这样子给它弄一个这个木条。对，它就是上来的时候，它爪子就可以爪子。对。它会有点浮，哇，这个浮力挺大的，因为水比那天高了。嗯，那这个是浮起来了，那这个都浮完全浮起来了耶，要不就等它这样子，这样也行的，其实现在，啊，先这样吧。那我做的这个姿势有啥用啊？浮力太强了，这个确实没想到啊。啊，这个完全浮起来了，哎，这。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过来。嘿，一会儿，买袋儿的娃娃，下去买，去买。去买。哎，游起来了。买买哈，阿丽去买。哪里去？牌子还可以个。阿丽下去，阿丽下去。下，游着还是蛮不错，但是呢，我感觉这个还要调整一下。对，还不太好上来，现在。我的，你全部甩我身上了！我们现在正好不在这儿等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我已经完全洗脸了。我们做的这个梯子啊。现在看来这个没考虑到浮力的问题，
全部浮起来了，现在就失败了。然后他们两个也直接就从外面蹦进去了，都没走这里。我们专门把那个梯子给拉开。对，好，过来，你啊，你过来，过来，下来，就玩一会儿吧，先。啊、先玩着吧。本来想着那样分开，就不让他进来了。对，我没考虑到、这个、一跳就来了。这个木头有浮力，这个问题该咋解决呢？你看吧，一下就浮起来了。你直接把那个取了吧，不然他就想出来站在那儿。嗯，对。哎，游着倒蛮开心哈。过来，你啊你，还是有这么大，甩了我一身的水啊！衣服全湿了。这个倒对你的这个康复哈比较有帮助，在水里面游泳哈，在关节不用承受压力。对，你快快快。你呀、啊、你先就这样走玩吧、啊、毕竟来了一次了，还是要游一下嘛哈。上次过来就踩踩水了，虽然说我们这个有点失败了哈。你看现在那个就完全浮在上面了，都可以当个船了、啊、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用那种钢管之类的来做。对，木头浮力太强了。哎呦，哎，怎么进去的？哎，你说我们专门给他做个这个、哎、他非要直接蹦进去干嘛呢？啊，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？我要想一想。你看前天水没放那么满还比较合适哈，嗯，今天就不行了。确实没想到浮力这么大。你看奥利可以直接在上面走站着。太搞笑了。那再去游一下吧。哎呀，现在赶紧把这个事儿给结束了。不可以、哎、你要干嘛？这个哈还要得多优化优化。你把这个倒下来吧。哎，不要上去了，直接这样子看你怎么上。而且都不光是有没有梯子的问题了，他们直接也能跳进去，所以赶紧把这个泳池给遮了。过来，好了，赶紧遮了。今天体验了一下就可以了哈。我们接下来准备把那边的草坪给铺了。对，今天也没有特别的热，就玩一玩就可以了。先把这片空地给清扫一下，然后把那个草皮给拿下来，把这边地上都扫干净了，这点水不影响。然后林红上车顶去把那个绑带解一下。直接把它推下来就行了。直接摔到地上。是吧？对啊，摔走后面也可以。往哪边？那么先把解开嘛。来吧，把它推下来，远离啊，通通远离。一二三，好，这挺重的。嗯，我们这个草皮买的是2米宽的，然后这里正好铺3张，然后是7米长，等一下把它踩一踩。哎呀，刚刚衣服打湿了，现在还挺凉快的。幸好今天不热。哎，确实没想到。来吧，我们来铺草皮。这个草皮看着还不错，质量还可以，还是稍微买的好一点的。嗯，因为这个的话我们不说管多久嘛，至少管个5年嘛，要还可以啊。比我想象中的就是要浅一些。这个不需要太深，太深了之后经常踩容易塌下去。你除非做那种运动场标准的那种，就还有里面填那种石英砂呀，还调那种颗粒啊之类的，那个标准就高了。嗯、其实还不错、啊，其实仿真草皮铺出来也蛮好看的。对，主要是不用打理。那我们，我这个有点重啊，先给它拖过去。哦，我们现在先把它这个长度给踩好，搞出来还是蛮不错的，看着。
就是这个东西重的不得了。OK，对，待会儿再修，先把其他地方都给摆好啊。对，然后又把拉过去，拉到旁边去。哎，这个踩着还蛮舒服，这个还要再过来一点。现在这块已经铺好了，然后把这边踩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脚感还是很不错的，踩上去蛮舒服的。铺这个还是要点技术的，嘿嘿。对，这后面掉渣的话，好不好清理嗯，也不会掉什么渣。哦？嗯，也是，别说剪一下就行了，因为感觉这个扫地的话，可能不太能扫得动。这个最后一块儿给它铺好。买的，耶，你这买的刚刚好啊，对呀，一点都不多。这一片区域的话，我们就保持这个水泥地，可以停车，然后到时候拉货，货车也可以停啊，就比较方便。刚好就到这个区域这里，从这样子看过去还不错哈，把那边的那个地给整理出来就好了。嗯。这个进泳池这个还得研究一下。我刚想对，了一下，下面的支架用那个买那个铝管过来做，镀锌铝管，然研后究用一下吧。焊出来，那样子它就不会浮起来，然后也比较结实。面层还可以继续用。我刚刚把这个空压机，然后接了一个吹气枪，我发现就这样子哈，打扫这个卫生就很方便了。比如说有什么落叶啊，一些的灰尘那些，直接就给吹出去。你看这边刚刚掉了好多树叶，你干嘛？哎，这个给它吹毛还可以哈，就直接把它直接就吹走了，就很方便。因为那个拿不好扫。来吹吹毛，吹吹毛。这个天幕的话，我们还要准备重新搭一下。我们有点想在这个地方搭一个那个 A 塔天幕，然后单独搭一个只平的那种来挡这个泳池。这边这个地里面哈，李红妈妈已经把这边的土给翻好了，这个还是弄得有点慢，全是人工来刨。就把根全部给刨出来，然后把土给翻一翻。你看这个跟这边看着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准备就这边撒点那个草籽，我们先试一下能不能长出来哈。嗯，到时候看看什么样子的。对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们到时候就买成品的草皮过来。好像正好这两天要下雨。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你们臭啥子的了嘛？出去！出来，出来，快快快！再稍微把它给这样弄刮一一下，下，对，相当于是盖到土里去。对，轻轻刮一刮。一个星期之后就知道结果了。种子撒好，刚刚又撒了点水，看样子今天应该会下雨。这个天气的话，看能不能长得出来哈。然后我们就准备走了，把门锁好。看着还是蛮漂亮的，下次就不带狗狗过来了，我把这对，边重新弄一下。